紧邻着金刚大道、八仙洞、白桑庵遗址、玉髓沙滩、池草桥休息区等观光景点。八仙洞为台湾最早的史前长滨文化遗址，因发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物，所以被列为国家一级古迹。白桑庵遗址又称宁布遗址，与近代阿美族人使用的陶器相近，因此被认为与阿美族祖先有直接关系。目前台东史前博物馆内就珍藏白桑庵遗址所出土极为精美的金箔饰物、青铜饰品、琉璃珠。位于长滨国中附近向南延伸的玉髓沙滩，每逢涨潮或台风，沉积于浅岸的玉髓时常伴随着海水冲击上海滩，是全台少有的玉髓沙滩。池草桥休息区位于台十一线90K 处，让游客休息观海的好地方，一望无际的海景，心情也跟着放松了起来，让经过的游客有着无限的想象，适合休闲度假、投资客和有眼光的您。土地面积1162.8平方公尺，土地坪数351.75平，总售价199万，分售价167万每分。心动专线：0893608889，安顺地产经纪有限公司。